大家好，我是景荣。我今天穿的 London Burberry Men's Tailoring Collection 的衣服是在伦敦世纪在 Italy 手工缝制。在旅行，我在 traveling 的时候，我平常会穿比较舒服的衣服。我现在穿这件衣服，觉得是蛮舒服的，但是也蛮帅的。Dior Homme 西装的感觉是，他们的线条看起来比较瘦，然后他们的颜色不是普通的黑，是 super black。对我来说，钉子服很重要，因为我的肩膀比较宽，所以我需要穿比较大 size 的衣服。那个时候，我的腰围是太松。我今天穿了很多品牌，很多不一样、不同的衣服，蛮特别的衣服，都是比较 tailored， 所以钉子服很重要。